昨天晚上又在刘鹏大战了300回合，别讲多了啊，只吃饭回去。还有一些剩菜什么的。今天在刘鹏做的饭刚好，我东北的二嫂也去放牛了。今天是放牛的第4天了。把这个垃圾干了，把这个垃圾烧一烧。在刘鹏就是有点不好，用水不方便。这个井我以前在这里住的时候，那个水都不够用。现在这几年没住了，现在水是完全是没，抽不上来水了。这水就是从我家。昨天晚上没吃完的，到了也浪费了。坐着，我老庞戴着眼镜来了，还再加个菜，我去接小孩了。刘鹏离这边比较远，过来接一下，不然半个小时时间都不够。看到一个，知道去哪吃饭吗？不要乱跑。还没过来啊？还有人呢？还有人呢？姐姐是最后，是全村最后一个人出来的。每次都是最后一个，要不你现在去牛棚吃饭呢？中午。牛棚？嗯。太远了。那就坐车去吧。看那个磨磨唧唧的。磨磨唧唧的，姐姐根本她每次要最后一个，全校最后一个出来。她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吗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很急。她鄙视你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很急，知道吧？速度。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位置啊，这些牛。热的没地方钻的。算了，咱见好就收。两个人在聊汉子。以前是男的撩妹子，现在该你们撩汉子。你下来吧，你不要走。今天好凉快哦，太阳。下雨的节奏哦。Hello， 小帅哥。放牛的一天完美收工，搞得刚下雨淋了一个落汤鸡。回去。